Hello， 我是美元物业太古城华山角嗰度，今日带大家睇一个太古城附近580尺嘅三房一厕单位，我哋而家嚟参观一下。咁而家我哋就参观一个饭厅区嘅位置先。咁成个单位咧就呈一个铝字形嘅设计，就客厅、饭厅分明嘅。咁而家呢个饭厅位咧，基本上可以摆到6至8人嘅餐台嘅。咁再入嚟呢度咧，就是我哋嘅厨房嘅位置，咁就好方正实用嘅。咁而家我哋就再行埋去个饭客厅嗰度望一望啦。咁成个单位咧嘅坐向就西南方向，咁所以咧就一般嚟讲呢个单位就采光度十足，就好光猛，同埋方向景观嚟讲就好开扬嘅。咁啊，远望翻我哋鲗鱼涌区嘅物业啦。咁再入嚟呢边就系走廊啊、水房嘅位置。而家左边呢个咧就系一个浴室。另外右手边就是三间房其中一间客房，再来这一间就是主人房。主人房呢会有两边窗的，那那个空气对流方面呢相对会流通一点。最后就是一间客房位置啦。三房的单位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就尝试联络我，美元物业太古城华山角嗰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